好，大家好，这里是一个简单的 Storyboard Let 这个网络工具的教学。在这个工具里面，当你进到编辑画面之后，你会看到它预设是像这样三格的简单的脚本。那当然，你可以在 Layout 这边去重新设定你想要的格数啊，或者是编排的方式。好，然后这个也可以线上存档，然后存档完之后。你可以把你的脚本下载，那下载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是下载每一格当做一张图片，或者是全部做一个完整的图片等等，有很多种选项。好，那我们今天就是直接做很简单的基本功能的介绍，就怎么样来绘制这个脚本。我们在上面也看到这边有分几个不同的类别，第一群是属于场景，那第二群角色。啊，再来是这些对话框等等可以加入文字的物件，那你也可以绘制这个几何图形，或者是图表啊，或者 icon 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其他的各式各样的物件等等。那最后最重要的是这个，它可以自己上传一个你自己制作好的图片。哦，那这个仅限于付费版的Storyboardlet 才有这样的功能。好，那我们就来制作。那我们今天会示范做一个简单的场景，然后示范一下怎么把自己制作的物件放到这一个脚本里面。好，我们来看这个在场景里面，它有很多次分类，你可以去选择你想要的这个场景是什么样子。那它甚至有一个叫做 close up 的类别，就是比如说当你的故事里面在操作手机啊或操作电脑的时候，有一些这样子比较细节的这个。图片可以让你来为背景图片可以让你使用。好，那我们就随便来做。我比如说，我现在选一个这个神话故事哈，未来科幻的这个场景。好，然后第一幕是哈比人的家。好，举例来说，好，那我就把直接拖曳下来，你就把场景放进来了。好，然后我们可能来构思，那第二景可能会是什么呢？到了这个哈比人家的房子里面，好，比如它里面长这个样子。然后第三幕可能也还是在房子里面，好，然后有其他的故事，都是很简单，从上面往下拖曳，你就可以把你想要的物件放进来。好，除了场景，角色也是，当你点到角色之后，一样，它下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次分类。比如说我可以，比如说在这个哈比人的家里面呢，有一个这个什么好呢，半人马兽，像这样子，你可以把它拉进来。或是他在把那个他的外面，好，我们先从第一景开始。好，当你把一个角色拉进来之后，你可以去编辑这个角色。好，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你要的视角，像我们现在是正视，或是这个侧视，另外一种侧视，然后你也可以选择他的头部的角度，还有他的表情，还有他手，左手跟右手的动作。哦，然后每一个角色不一样，像这个半人马兽，它有这种两种不同的脚的状态。然后右边这边你也可以去修改你想要的这个颜色。比如说我希望这只半人马兽头发是白色的，然后皮肤是这个粉红色的。好像这样，然后就可以 update 它。update 完之后，它就出现在你的场景里面。好，然后，你的所有的角色，比如说，当你只需要局部的时候，你可以超过它的范围没有关系。虽然看起来好像叠到了下一个场景，可实际上最后输出的时候，它会知道这个角色是这个场景里面的。啊，那当然，你若不放心，你也可以选择这个裁切的功能，在这个地方，裁切的功能去把你不要的部分把它，切掉，这也是可以的。好，Let's go，就这样，你就把它切掉了。当然，它刚刚有点位置跑掉哈。好，然后我们来加一个对话框，对话框在 textable 这边，然后你可以去选择各式各样的对话框，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泡泡云，你把它放进来。好，那这个对话框有时候你会发现说，好像它要的这个方向你不是你理想的，这时候你也可以去近摄它，好，比如像这从左边到右边，你也可以去上下近摄。像这样，然后，你放进来之后，你就可以在上面打字。那这个地方，比如说我打，哈比人跟哈比书套，有什么不一样？我随便乱讲的，嘿，
好，这样子你就把一个东西加进来了。好，然后可能第二集里面，比如说我里面来加一个这里不知道有没有哈比人，我加一个小孩的图片，好，比如我们的哈比人长得很时髦，我长这个样子。好，然后你可以来一样，我们来编辑他的动作。好，他可以坐着。好，这是人物的动作的特色，是他可以坐着。好，然后他可能手势是这样子的。然后可能很难过哈，因为他哈比说他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好，然后我们把它调一下，按照场景角度应该是这个角度。这个吧，来看看。好，我就让他坐在床上。好，这样子。就像这样子，你可以很简单的就把这个一景一景的图画出来。好，然后我们最后一个还要示范给大家看的是，比如说我怎么样自己上传一个图片进来，就是我们在做设计，我们会需要有一些物件是我们自己制作的。好，那我们如果想要上传一个图片，有一个重点是这个图片的背景必须是去背的，是没有背景的。那所以通常来说，我们上传的时候会上传一个 PNG 档。那这里就看大家你习惯的绘图软体是什么。那像我自己喜欢用 CodeDraw， 那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网络上抓下来稍微编辑过的这个病毒的一个图片，那我就可以把它好储存成这个，像我最近存好的一个 PNG 档。那你在储存任何PNG 档的时候，你要去看它是不是已经有帮你去背好了，就背景是没有的。好，当你把这个档案物件制作好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放到你的这个storyboard 里面来，然后就是到 upload 的这个里面。好，然后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按钮，按下去按这个上传图片，然后它自己有告诉你它接受的图档的格式。好，那我们用的是 PNG， 那你就去选择我们刚刚的小病毒在这里。好，开启。好，上传完之后呢，你把它关掉，你就看到你的物件在这个地方了。这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拉到你的场景里面来。好，比如说这个，哈比人这边被病毒侵袭了，这样。好，那我知道有些同学可能不见得会用一些绘图软体，可是实际上你要做一个 PNG 档很简单，你不一定要有什么特别高深的绘图软体。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用 PowerPoint 来画的图片，好，可以看这是用 PowerPoint 画的咖啡机，好，这真的是 PowerPoint 画的，我把它拆开来给大家看。好，比如说这个，它这个其实就是很多的这个，像这是一个圆，旁边加了阴影的效果啊，这只是一个这个方块，我的话说有点不听话，不好意思。好，然后这个都很简单的几何图形，你就可以画出这个你想要的样子。好，所以说绘图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一定要什么特别厉害的软体。好，然后比如我在 PowerPoint 里面画完之后，我也可以把它选起来，然后这边有一个另存成图片的选项。好，这时候你就可以把它选择，我要是这一个吗？可惜是网路图形，我先试试看，我有点不确定。好，有讯。好，储存的，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我要的那个图片啊？好，好，我这边存档的结果看到没有错，这就是我们刚刚画的哈，用那刚刚选择的那个档案格式叫做可惜是网路图形格式哈，就是 PNG。好，然后一样，我可以到我的 Storyboard 这边好来上传我的下一个图片，比如说我要把我这个咖啡机好放进来，把它上传完了，对吧 ？Close， 然后就可以把它好放在这里，这个哈比人家里的床头柜旁边，床头桌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咖啡机。好，那我就把它放上来了。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 Storyboardlet 这个网络工具的一些简单的使用说明，把它放这行也蛮合适，好，放在墙壁上这样。好，然后你最后就把它储存。
哦，储存的时候你可以注明你的那个标题啊，还有你的一些描述。哦，标题指的就是你这个 storyboard 的故事的标题，这样。好，那以上，那希望这一个教学可以帮助大家。那这里面有很多东西，也可以值得大家继续探索的。那请大家自己再尽情的去尝试。好，谢谢大家。